看看新闻网。咱们都坐下吧。咱们都坐下。好，各位记者，大家下午好。那么第十五届的上海国际电影节的金爵奖的开赛片的日本电影Key of Life， 这边翻成造钥匙的方式，这个方法也不是我翻的。新闻会呢现在开始。昨天は第15回上海国際映画祭の Key of Life の入札の会を始め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那么首先介绍一下今天的那个嘉宾吧。首先是我们的导演内田贤治先生，什么什么哎，康东武吉大健治先生到。然后是男演员的沙加伊马萨多萨介雅人，还有女演员广末凉子那么这部影片呢，我想大家可能都比我还熟悉，这是一个两个男人之间的一部一个片子。那么是武井呢，是一个失败的演员，他心灰意懒，自杀。那么静和呢，又是一个成功的杀手，帮黑帮干事儿。那么这两个毫不相干的两个人呢，结果在浴室里面相遇了。静和呢昏倒，结果呢樱井呢就突发奇想，换了两个人的钥匙。那么醒来以后呢，这个失忆的静和以为自己是樱井，他就努力尝试做一个好演员。那么与此同时呢，樱井呢也住进了静和的房子，那么成了一个黑帮的一个杀手。于是呢，这两个人呢，就是这个人生呢，就是一个错位了，那么互相交错。下面呢，我再首先介绍一下这个导演。导演内田先是72年，他是出生在日本。那么高中的时候到美国去留学，后来在旧金山的导演系毕业。那么那个时候呢，有一部长篇的电影叫做《A Stranger of Mine》，那么成了这个新人导演在戛纳电影节上面大放异彩，夺得了法国作家协会奖、青年评论家大奖，还有呢德国评论家大奖，还有金铁路奖。那么在日本的国内呢，可以说是一个专业的电影大奖，电影导演奖，还有兰斯戴斯奖、剧本奖等等各种荣誉呢，都牢笼怀内。咱们都坐下吧。目前呢，内田贤治可以说是日本电影最受欢迎的导演之一。都坐下。前面的让一下好吧。这个导演啊，少许说两句。那么，内田先生的后から少し簡単に紹介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したが、よければ一言簡単な挨拶をお願いします。咱们拍照了。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このお二人を連れて、シャンが来れたことがとても嬉しいです。この二人が人気があるというのも予想を超えておりますので、とても嬉しく思っております。我们这个剧组居然那么大的一个人气，非常的感到意外。続きまして、マサトさんに、マサトさんにですね、ちょっとこう簡単に、初めて上海かもしれませんですが、一言こう印象とか、それからこの映画の感想とか、皆様にちょっと一言挨拶をお願いします。上海は、非常にこう皆さん垢抜けていた、垢抜けている国民そのこう人たち の印象を持っていましたが、今回もまたそのいい思いに、さらに素敵な思い出が、まあ、いいと思いました。とても
几年前我第一次来上海，当时就感觉到我们上海的观众非常的热情。那这一次来，实际上更加认，就是确认了这个大家的热情，大家非常的啊，这种欢迎的这种感觉，让我非常的感动。那个广播两首的话，大家比较熟悉。六分钟我听的，包括97年跟《紅白歌合戦》的演讲给大家听一下。那么我想中国的观众对他很熟悉，下面就请梁子呢说两句话，对吧？来，我们开始吧。谢谢大家，今天大家齐聚一堂，我非常感到的高兴。今回本当にたくさんの皆さんに参加していただいて、すごく嬉しく思っています。こうやってまとめの皆さんもそうですし、劇場であったり、足を運んでくださった、特に女の子がすごくたくさん、可愛い女の子がたくさんかっていう声がすごく印象的で、この本当にこういう若い女性にはぴったりの映画だと思うので、我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咱们拿手机了。不管是我们的媒体，还是我们的这个观众，非常非常的热情。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一些女孩子非常非常的可爱，看到我以后爆发那种像日语的。咱们都坐下吧。我真的感受到他们的热情了。嗯。皆さんは今回印象的だったのは、坂井さんのことだった、私のことだった、萌えだってお感じ。大家可能会觉得现在我因为在剧场都听到大家用日语来说这个门这个模式，对不对？那实际上我这一次的感受还是希望更加大家激烈一点来庆祝你们。上海大家看到自己的心上人会发出什么声音啊？见证情人。如果说的话，导演说可能这个会发生一种怎么样的声音，我们在场的各位有谁能够发一个给我们梁子听一听，就见到这种哇哦哇哦哇哦。好，那么时间呢是比较紧了一点，因为接下来他们还要赶回日本。那么我们就请这个在场的记者来问一两个问题哈，大家要举手好不好？采访全部都坐下，后面看不到了。后面看不到，在旁边都坐下好不好？那么就那位红啊，好，那哎好。金尔先生您好，我想问一下，您这次饰演这个角色是一个比较喜剧的角色，那在这个诠释这个角色的过程中最难的部分是什么？是哪个电影？就这个电影是吧？这部电影。今回はコメディということで、このキャスターに関してはどういうところがちょっと難しいとシビアというところを教えていただければと思います。そうですね、役者の役を演じるのが初めてだったので、今までいろんな役者の職業を演じてきたんですけど、役者の役をやる役者っていうのが初めてだと思う。それはいつも見せたのか。表演演員の演員としては第一次、所以对他来说是非常的一个挑战的，觉得非常难。而且他是扮演一个非常差的一个演员的一个角色，对，会更加有难度。那么雅人呢，在日本的话呢，一直被誉为是喜怒哀乐都可以用这个英语笑语言来表现。那好，我们再看下面还有谁对梁子发的。红衣服的。北京在上海有过去，然后就是能在海外的粉丝跟你说几句话。上海では非常にまあファンが多いです。ファンに対して何かコメントをいただければ。撮影では何度も上海には来させていただいたことはあるんですけど、こういうふうに映画を持って映画と一緒に
上海の地に来られたことがとても嬉しいです。以前在拍日本的一些影视剧啊，当然来过上海多次了，但是这次跟着这个剧组带着这个影片来到上海，那是第一次。所以希望大家多看多欣赏。好，还有看每一位是对导演有什么对导演。韓国に存在します。非常に、まあ、こうビューモアというか見溢れているそのストーリーのそういうヒントというか、どこから得られたのか。あなるほど、どうやって、まあまあ映画のお話の面白さをですね、いっぱい入っている映画自体も僕が好きなので、まあ、そういう映画を目指してですね、どうやってって言われるとどうやってか僕も聞きたいんですけど、なかなか難しいですが、好みの映画になってるんですね。它是一个兴趣的出发，这个是一个出发点的。所以，如果您的问题的话，怎么把它给引进的，或者从哪个地方进行这个出发点的话，有可能一下子我还倒说不出来。就是这个制作的这个过程，所以花了两年的时间，从制造。どこから来られた。最初はその結婚 の, テーマを結婚相手を見つけるっていうすごく重要な、ことなんだけれども、就職活動のように結婚相手を見つけようすごく難しいというところの矛盾を、すごくこうコミカルに、でもやっぱりすごくシリアスなものとして捉えて映画を作りたいなっていうのが最初です。就是电影当然它的一个 keyword 的一个关键词是一个结婚，现在结婚越来越难，就像我们找工作一样，在这个难的过程当中，就是如何对于这个难的这个过程怎么去理解怎么去看待，是我最初的一个出发。ただ地味な映画にしたくなかったので、その記憶喪失というものを使ったりとか、お客さんを楽しませるアイデアはそのテーマに中で合う面白いプロットっていうのは後から出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当然最初的最终的一个目的还是希望能够让大家有所共享，能够从这个问题能够看出来一定的一个社会问题能够进行发展。好，那么这次这个电影节呢，三位赶到上海，我们很关心的一个问题，今后他们跟上海的电影啊或电视啊到底有什么合作？我想我在这个为各位的也再问一点，那包括上海的这个节目，今の予定はないですけどね、でもものすごいパワーのある方々が集まるなと思うんで、パワフルな映画ができるはずだよなというのは感じましたね。当然我还没有这个计划，但是我是在上海，我就感觉大家的 power， 这个上海这个城市也是非常的 powerful， 我们的人力也是非常 powerful， 所以这个作为一个切入口，像如果有没有可能可以衣服的，寻找这样的人才一起拍一片子，应该是蛮多的，蛮多的。そうですね、上品な街だし活気のある街なので、今後こう上海を舞台にした作品はどんどん作られていくような気がするし、もし僕が関われることになるとすれば、特にこう楽しみながら作品に参加させていただけるような気がします。上海を感觉是一个非常有高雅气质的，但同时非常充满着活力的一个城市。所以，如果能够以上海作为一个题材，能够做电影的话，我当然是非常踊跃的，我非常积极的会参与这个电影。那么，两组的话是铁道员了，还入殓师了，已经很受欢迎了。那我国外都在内啊，然后国内都在内，那么，他这边去了，那么空空的，我喜欢的，啊，这个。
はい、私も喜んでお送りしたいです。まだ少しこちらの映画の話を今いただいているものがあるので、上海での撮影も楽しみにしています。当然如果有这样的机会的话肯定这个非常积极的会参加的，如果有这样的机会的话。好，那么大哥要结束好吧，因为时间有限啊，再合影好不好？可以。还要再合影。